山来，我给一个小心得你们。我是五岁开始爬这连山，有没有睡过？所以我会爸爸教我一个绝招，啊，手抓稳了还走，不会跌的。OK， 如果是你们，好像看到很多石头、铁石头啊，手还没有扶好，你去走会危险啊。玻璃是啦，其他我不懂，是玻璃是不了。开始了，6:48。这是一路追哦，哎，一路追。对呀，你这是你。等下你先带前面的啊。对对。来上到那个石堆那边去，我再分了。哇，这个，如果你将来是你追求，是啊，还要固定往上爬。没有说对吗你？阿姐，你跟着绳子上啊！要跟强哥这里啊，你跟绳子。来，来。啊？你多手说话嘛，你就说着啦。多手还说哈，你叫来财神，叫来财神。啊，这罗莎姐姐。啊，有，身体多去，身体多去挖土，左手小心石头。等一下，我的表态上面 ，OK， 啊，可以的。OK， 上来可以吗？那一边呢？上啊！啊，上啊！半米多，半米多的，妈害怕！已经爬了49分钟，225海拔，已经下起毛毛雨。周围已经下起毛毛雨。但是里面是领悟到了，叶子很多，不是很大，细细的毛毛雨。你有开卫生的？是自己玩。我们安在卫生间里面，所以不能乱乱吹。right side， 啊，你们那边有看到上，对，左手吗？对。Right， 这么近吗？啊，不。Right side， 对。Right， 你这么近呢？对。Right side， 这么大水的。哎呀，有树枝，有树根的标记。白色绳子看到吗？
哎呀！可以。阿平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没有用完你的脚尖刀，你不能这样踩，你脚会脚就踩一下。哇，你上去哦，好嘞，不用急的，上，好上，啊，在这边，啊，啊，可以，啊，可以，上 ，OK， good， 手借那个绳子的力，啊，对。来，也要开打包了呢哈，打包了，直接人家弄在水里去，都搞好多去把这买空掉啊。好去，啊，加卡 ，no no， 加卡好，啊，可以了，去好了。哎呀，平龙去呀，没人了，龙去啊。现在人的石头表面。来，开始爬。哇，挑战。哇，他身子会弹性哦。不用啊，拿出麦先有两组，一个是贡献的，我们是贡献。OK。没有，拿出的话没有，怎么样给你找你捐钱哦？捐钱。我们是政府给钱，我们那边收啊。拿图啊。那边有绳子的嘛，你过去，过去然后想找一找他就可以了。你走大哥，当然有啊，这里很难上，你上去上面那个洞那边先。OK。啊，你上去上面洞，然后抱住那个洞，然后脚一转过去就好上了。啊。这边海拔已经292了，已经用了1小时26分钟，现在目前是8:15而已。没有雨啊，刚才经过有点毛毛雨。现在没有雨，但是它每一颗石头踩的地方都很滑喽，相较类似潮湿的哦，很滑喽，要看到这样子喽。所以要小心踩哦，每一步，一手一滴要拿着绳子，这边是算是蛮深啊，第二期。就不知道怎么样啊！来，开始，变。哦，还上下。你出去吗？
再慢慢爬上去。
OK。爬去对面，你没有看山脚下下去是什么东西？真神！哇，看到船了咯，阿咧！啊，唔使，你阿鬼鬼，你是走鬼，我骑成成到你脚下成功，你多骹正骹走鬼，你正骹就你只个厝啊无？我走大鬼啊 ？Yes。没啦。我大成成到下路，你相信我？你看鬼啊？我冇必相信这边个咧。没有，你骹这边大，你多骹正骹你多鬼啊？咱打包得了贵，我骑山顶都几秒辛苦啦。你相信我，准啊，准，准啊，准都骑得完。我是骑得好，骑得完，骑得完。准，也是我你讲骑会无相啦。那去关木，关木打钉，你正常下未贵。去关木，后尾去下，后尾去下。我正去。啊，关下，打钉钉关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慢慢。哎，你把刀过来数哦。啊，没亏这个。所以一个山一个山，你只要无绳，这个无绳，卡板你用到去白山个白白，你个无绳无绳啊！喂，好贵啊！真贵啊贵！什么？什么也变贵啊？大波是真贵啦，大波是真贵啦，大波咧是起码成古贵，用紧 cross 贵，听到？特别贵，你上平话，我做你 center， 你听我讲，你多卡，你只卡你起码成古，你只要成古，你起过来先，别去，你行，你看腰。你看腰，你去多卡，遮卡遮卡，遮卡 ，OK， 你几码成功？你几码成功？你几码成功？几码成功？哇，够时间，够时间。别，你加过，你加过，你几码成功？来，你几码成功？几码成功啊？啊，几码成功？几码成功？你多卡行未去？行未好？啊，加加行下来，下 ，OK， 多卡过，打过过了，刚打过过过来 ，OK， 完。来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再来。来，我看这个卡在乌山先。不要紧，啊，来，这罗山，过，过，这个出两步，这个出两步，多卡，这个出两步，多卡，这个出两步，这个出两步路，这个 OK， 下来，这罗山，来，啊，这罗山，来啊，耶稣啊，啊，金星，嗯 ，good， 一准啊 ，OK， 好，强哥爬的 rock climbing 不是简单的，哈哈。做对，打对应啊！啊，这样看，慢慢来去，慢慢来去，咱跪啊，跪就无了。啊，慢慢 ，OK， 慢慢。本来我想我打到平时。不要紧，哈，慢慢，我到你后边面去。Yes， 拜。路无上路啊！路上路咯。哈哈哈！唉。现在很 low 了，批评啊，批评个怕水 low 了。人不敢给消息吗？三步，渐渐的会割手了，标准割手，那个长裤都会给我割破。OK， 下面这里可以吗？啊，这个可以吗？你，喂，可以，你是大网红我的嘞，可以，来，慢慢，我这里有拿到一点鸡蛋给大家吃啊，那、啊、它山顶就是这样，啊，
那边比较美一点，来。在哪里？要看到双子山。那你蹲着，这样，你蹲着，看两只山。两只山啊？你要人在哪？我人在那边。对，小心啊！你要小心啊！这爬喜马的母鹿啊！看到不比较棒啊！那双子山啊！顶到顶了啦，算到达，用那个两个小时零六分，2.28公里吧，330海拔左右，算是340啊。这个是弯弯，是露营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要照片。照片啊，照片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Okay.来，你弄这边。我看一下。嗯，在这边是九万人哦。OK， 好，你摸了。OK。你今天要三百了，如果是八点五啊。要对了，最多品种在玻璃市，接近20种。二十种。接近。可是这个黄色很漂亮。来，那个多少？你撸开开的。看不到啊。啊？看不到啊。有点事啊！啊，谁呢？来，不能不能，啊，这边是推下，那边推下。算了，不是要跟过来的。不是这边，那边没有。我可能有点来了，那边可以。我可能有那边的哦。那边来了，那边来了，那边安全。啊，那边比较安全，我觉得。这里危险。啊，这危险很多。可以走那边的。对，你捉着墙壁，然后再过吧。啊，你跟着过大哥。啊。我刚才你用啊，我那个来的比较安全。啊，那边从头。哇，这是跨落去呀，亲戚。哎，啊，哦 ，OK。嗯。改照上面拍很美的。我这个才知道什么叫飞檐走壁。知道壁虎的感觉，照壁虎。慢慢啦，别慢慢啦。这样，停下哦。我这边走。这个用坐的啊，刺到屁股啊！哈哈，自己知道很刺。嗯，开始要下山了。那边伸出，来，伸出来，看到风景就是这样。开始下了。现在从9:513个小时在顶，要开始下山，下山也是一个难度了。绳子可以拉的啊，绳子可以拉的啊，不要忘记绳子。外面会。那边一点点就到了，姐。啊。行吗？嗯。OK， 等一下啊，我上去先。这里可以吗，姐姐？你脚上去先。嗯。我可以保护你。嗯，可以。啊？这里有难度啊？嗯，不会难啦，跟上面比没有难。我以为这个楼梯下来就完了啊。没有。还有啊。过来这站，过来这站就完了。等一下啊，姐啊！嗯，慢慢。这里全部 step 了，姐，楼梯的。OK， 慢慢，不用怕，有什么事我在这里。OK。OK， 对了。啊。不怕不怕。不怕，这里全部有 step 了。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极危险了。
它就适合两百海拔哦，那么高嘞。